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果子冠，今天就来继续我们的每日实况神奇宝贝白金版本喽。今天是 Part 16了吧，就是第16天，这样我们就来继续吧。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？看有什么神奇宝贝吧。这次能不能抓他吧？哎，抓他，抓到第三只神奇宝贝。差那么一点点。再来抓，一、二、三 ，yes， 抓到了。终于抓到了，不气哟。死不着，死着了。遇到了，今天终于抓到了第三只神奇宝贝，真方便。毕竟我这里只有火跟石头，会对水不是很好用，所以当然拿水来抵抗，来克服这个弱点。等我看上面能不能走，不能再走了吗？不能走，这样我就去补命吧。因为刚刚抓到了那一只。也要去补一下。你好，不是，我又来了，再过去喽，哎。最多能去到的地方就只有这里啦。过头了。Hello。来，用你最弱的一个。我不能打他，他用这招的话，我就不能打他了。你最弱的招嘞？呀呀呀！耶，终于赢了你这只坏人。
这样我换一下。OK， 因为我要练习一下这个水系神奇宝贝。哎，刚刚他讲应该是在这里吧？哎，走进去了。阿姨，你竟然还能给我偷听哈？两只对付我，哇啦！一只而已。水枪啊，水枪也没有什么这样大的这么攻击力。啊，哎呀，重复到了。啊，中毒了。打一下吧，耶，赢了，但是会有危险，已经中毒了，会有危险。有够卑鄙的你们。GKO， 耶、yeah ！呀，彩币要换了，我那个都要死了，换来这么多。耶、yeah ！你们两个。人对付我一个也是没有用的。Yes， 拿到了。蜂蜜，我还以为是什么，原来是蜂蜜。啊！哎，等一下，耶，他没死。怎么看他有哪里？哦，没有啊，就这样吧。走吧，去救人吧。
生长了。Yes， 再给一点水吧。我会救你的爸爸的。OK， 用进去只剩最后一条路还能走。对我无伤害。超级有效一击 KO， 来吧，给他这样子吧。打完这一场我就要关台咯，因为今天有一些事情，所以就没有什么有讲到。然后明天再继续我们的每日实况，然后就是进去去救人啦，终于升级了。皆さん。